哎，小姐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拄只唱一段歌，真好听嘞。看你唱这段歌就知影，你心情嘛是无讲偌好的嘞。哎，就是讲无好，唔知来恁这间酒店。对。哎呀，我这间酒店是真出名的，叫做雄心酒店。你后摆若定来这，你就叫我阿斌就好。阿斌哦。你无看我，我较早少年的时阵嘛是真烟斗呢，我目睭嘛是这款型。那也看不出来先咯。今麦食老啊，把酒倒水，倒水了。哦，小姐，就敢讲，要点什么酒？恁有迄个米酒套玻璃达标。小姐，安尼看起来敢那真有 class 安尼。你是到底有无来？卖啰嗦啦。啊啊啊！有啦有啦。有啊。你先啉，我甲你哈。没有。来，阮这边阁会使迄个点歌。我这支片，这间片啊，老板甲别人无同款。你讲对我讲，恁这间店名叫什么？雄心酒店哦。哎呦，你就是要点一点。哦，哎，有无？有这个歌无？有，我替你办，我替你办。好嘞，好，好嘞。哎，外口先生们，要底下民间画声字，好好，好，拍手拍手。好。哎，哦。哎。就是这点。对对对。小蛋嘞，小蛋，我主要是在想你们家的锅饺，这锅你唔知要我啉咩？奇怪，你唱歌你就头壳歪一边对啦，我做头家的人嘛是嘴会打对不对？我是讲咧试验就对啦。无紧，我去换一支好了，好不？我这个人嘛是讲哎对。去我头抓着你咧，我靠卫生诶，家己唱袂到位，我要怪我甲你偷啉。去你啦。这边是我的，利用这边哦。你若是会惊呢，我会使甲你倒做两支啊。你较紧呢啦。哦，哎哦，我过来去帮一下哈。雄心酒店，好来。会讲天地良心，我一嘴都无甲说着你啊，足奇怪哩，你先讲哩。我就要有想着讲，你甲偷啉。你搁想着偷啉的代志，无啊？这树根甲提走好了。哎，你若要啉，你跪安尼用安尼倒，我搁放一遍啊。还是别个人去可能嘛要点歌。好嘞。你安尼。好啦，明仔唱袂落去，继续啦，免停，无要紧。好好。来来。在唱歌的时阵，拜托你们学袂到我合。我拄则是情不自禁，才对你唱一段歌。其实我一看到你，我就足想要唱另外一段。
你还佫有另外一块？哎呦，看到我也想到另外一块歌。对啊对啊。嗯，什么歌啊？啊，唔知你会使徛到头前吗？哎、欸，你真啰嗦呢！我是你的人气呢。我是代表我的心声。你搁有啥物心声？真正，你听看卖。我唔捌看过这么水的水姑娘，生作嘛真古锥。樱桃小嘴，搁真好讲话。迷人的乌色目睭，活灵灵。姑娘啊，想要请你看电影、饮咖啡，哎呀，真歹势啊！免歹势，啊免歹势。好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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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花开。好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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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花开。你即马唱这个歌，意思是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讲小姐。嘿。在这个时代呢，你若是遇到你一个喜欢的女孩子，嗯，干脆就直接跟她表达心意，不要在那里推三阻四。因为我下班，我请你来吃宵夜、啉咖啡。无去向你唱些高调，我等你嘛拜托，等你是什么型的？我是你家的人客呢。人客那有要紧，这是一个缘分啊，对不对？嗯。你那没缘分，怎么会到我这个酒店里面来呢？嗯。小姐，这公共场所的这较好看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这假杂人个大头，这谁这么铁头？哼！哎呦，什么人的公？哎呀，你讲老真心心的。都叫什么人的恭维，少年人。是你跟我恭维呀？无我，都叫是你在跟我吵啊？不是，我咧看报纸，我也无恭维啊，对不？啊，是安怎报纸伊一直传呢，频频传？是不是你跟我恭维？我嘛唔知，我无恭维啊。袂啦，我看下这个型，佫真老实型，哪有可能啦？唔是伊啦。哦。安尼看起来是这个少年家的款，真行。少年，小啊！你敢插恁爸代志？我好笑啊！哦，你看起来汗臭袂歹啊！我你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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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！哎，安怎？买单。你安尼后摆生意是安怎做落去？我开一间酒店，我就是要伫只看，我就找到真水的小姐，要甲抓起来。嗯，也有人敢插我的代志，真正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拄下落去就安尼，遐尼啊坦白甲我表白。我跟你讲，我今日先来遮的，我就是吼，对感情我也无想要讲，我已经感情放一边啊啦，莫甲我讲感情的代志。坦白讲，你歌唱了真好，迄就是你唔捌拄到真正一个。有良心，搁知影安怎迄落疼惜女朋友的男性啊，小姐，哎，你那无气嫌啊？哇，那干嘛行一阵嘛？保证你后路搁得志。这个少年呢，因为我这个老伙啊，搁真正袂歹。行行行，我带你来看电影。冰冰冰冰，哎，这只哈利尔被更小了，自己来推销自己呢？啊？光天化日，一个一个的代志啊，实在是奇怪嘞。哎，都遐个走去啊嘞，是啊，怕走去。火车已经走啊嘞，嘿。哎，安尼讲有可能就是拄只这个少年家。怎么照今麦这个情形看起来吼，可能是伊哦。哎，嗯，是不是你啊？无，我咧看报纸对不？哦，你拢看报纸。是啊。哦，少年嘞，你唱你的歌，我教我什么看人对不？对。拄只边啊，因为要有真侪人客。所以讲，那有人在发声，真正足歹，又是什么人？无手的，已经走去。啊，你不是你是什么人？少年的，我看无甲你修理一个袂使，我哈。哎，别安尼啦，哎呀，你甲房间放开啊，你嘛莫安尼，你安尼，恁这个，哎，别。我想你也莫为着我吼，你紧走好啦。你看你这体格哦，我讲真，伊这个体格哦，袂堪咩你甲精啦，讲真。你唔免替我烦啊。拄只我是较避暑淡薄。嘿。点点这里看得变什么？安怎？无你是要安怎遐？小林啊，我跟你讲哈，头家啊，看卖咧哈。想过介绍我带你到局里去无？啊？哎呦，你是便衣啊？还不快去做好！哎哎啊！谢谢，搞不清楚。谢谢，我实在看不落去啊！呢，哎呦，
今仔日有够衰，拄着警察安尼正害。啊，恁来对我的表情，甲即马拢完全无同样。你即马讲熟啦，啊，是我，是熟啦，我是大熟啦。公牛队要较注意，公牛队换到这边来。拍谁拍谁，搞不清楚。我只不过是一个小绵羊。安尼拍谁拍谁，恁两个开讲，我出来买一个物件。好好做生意，是是是，对人起来高高顶安尼是。原来你是便衣警察啊！哎呀，一点都看不出来耶！真的是谢谢你，谢谢你耶！我们是什么便衣警察啊？所以说就脂肪小人呐！哦，我记得学生证啊。啊，无想到我感谢你耶！无安尼啦，既然头家无滴，无咱家己来办卡拉 OK。啊，你小十点半就我来支持掉。咔嗒！哎，啊，欢迎聚会！站在窗边，想着明月，兄弟的惜别情话，香气着鸳鸯树花。祝福你好前程，今日一杯，期待再相会。酒杯的紫红嘴唇，流浪人经过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春秋开窗，送着明月，兄弟的惜别情话，香气着鸳鸯酒杯。愿你来笑着约束的话，无心来违背。三杯的最后干杯，期待咱相会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心爱的。好棒啊！那这个钱无白了哈！哎呦，我惊死！啊，你用学生证要甲恁白好就对了。哈？哇，那免演啦，你要搁演落去啊？你这是要演到几点啦？哦，安尼算演耍就对。演耍啦！啊，我先拍一下。小姐，小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因为我看你唱歌的这个扮色，我看你可能爱吃柠檬酱，所以我先给你就用好。好，你好。哎，拍摄我拄只边啊，迄两个人其实袂记哩。哈哈哈哈哈。哦。哎哎，大张，你那个水杯，伊就拢，伊讲叫卡扎，伊卡扎拢叫半杯。啊，你一个人来来家呢，不也不约朋友，好像就唱那个歌，蛮悲哀的啊。是啊，就心情不好了。在外口看恁遮，哎，搁内底有卡拉 OK， 我就想讲，嘿，即摆内底安尼唱一下歌吼，看心情会较好未？但是你按照道理来讲，你拄只位迄边行过来，嘿，敢那看你行到迄个扮色，嗯哼，而且加上你的气质、服装的穿插，会使讲一定是真快乐的女性才对哦。那有可能会心情不好。所以讲，恁这查甫人，我当时了拢唔捌女性，你莫看安尼敢那真水哦，敢那真侪人进。咱讲正经啊，咱咧，你安尼看，敢那足幼气的对无？其实吼，年纪有一代啊啦。哦，我看这无可能，应该是唔那一代呢。那是一代，可能是真大代啊。啊，要不过看起来是足幼的，无唔对啦。我跟你讲，你来我们这里就对。我想你看过的人也太多了，颈椎啊。嗯。我边要问两个笑咧。你看麦起来，你看麦起来。刚才我讲的不是乱讲，马上就有很高贵的女性出现。刚刚安诺啊，红头奖，我要气质奖，怎么样？是不是？那我可怜啦，迄个真高贵的。你哪一下那个？我这刚刚他不是已经讲了吗？有很多看了很漂亮的女孩子，人家都以为她有男朋友了，都追都不敢追了。对不对？最后林之佑，你看就快嫁给小亮哥了。哎呦，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应该欢喜还是应该搞怎么样？够毒吧？我跟你讲，要有胆量才可以。哎，拍谁拍谁？
这个老客人啊，两个人啊很上进，年轻人，我还是跟你介绍一下。我讲啊，安尼，你想过歹看啦？刚才袂输我，刚才无人爱安尼，想过歹看，你要想一个办法，无那以歌会友。哎呦，以歌会友，安尼较袂较歹遐尔啊？刚刚安尼，哦，我那等了足紧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讲你无要滴安尼，等一下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人家还是靠高贵大方的不得了了。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哦，以歌会友，是先啦，我先来好嘛，买啦，我先去。你会会的，你酒馆才久啊，别要紧。我酒馆才久啊，你讲这什么话？我酒馆。查甫，就杜杜家会，我会会的，你公家寡人才久啊。哎，我差个这些。这，你等下啊，这难得有机会来，你们就是这边拖时间，等下万一人家走了怎么办？好，那走，我先来了。好了，男生女生配，猜看看。哎，男生女生配。哦，我输你不是，那是黑白配哦，你们两个还新好青年，连这个都不会，你好青年是不学这个？对，黑白翠，黑白翠，黑白翠。哎呦，跟我演，不是跟剧配啊，跟剧本不太合，我一定爱输。黑白翠，黑白翠。哎，我跟你演，跟剧本不是，你怎么那后面还有啊？黑白翠，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啊。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。一下四十五度诶！哎，那这样子还没有赢啊？黑白切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切，你要跟他这同一边嘛？哎，同一边啊！他指哪边，你要哪一边，他才有办法先唱啊！哦，我叫他，你叫叫救人啊！叫狗笨的对吗？啊，黑白切，男生女生配。哎呀，我哪这衰了？承认承认。这个小张不是我讲命运有够衰。哎。一个哎，都叫说袂记哩，这小姐贵。那人家讨厌，等遮久安尼，是无意无事。哎，小姐贵姓？我煞袂记哩。我姓江。江小姐，江小姐，我来甲你介绍一下。老王。哎，要来唱，今次什么歌？我家有卡拉 OK。是啊，我就是要来唱歌呀。是讲大家拢就笑不？会使陪江小姐唱一首歌？哦，那没有问题，那是我的荣幸。我们来选一条对唱的歌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唱。是啊是啊，对唱的歌。我来来，啊他。你点唱歌我拢会响啦。安尼好，安尼无老张，伊就。啊，你点来唱一条，点来唱一首 A G 二七五零啦 ，A G 二七五零，拄啊好无这点嘞，即我这店开遮久啊，哪有可能有遐？阿廖，上过新的无啊？阿廖，啊无来买一条国歌啦。哎呦，国歌啊！是啊，我讲迄首歌是 K T V 的国歌啦 ，K T V 的国歌，哦，得意的笑呀！不是不是，刷中红啊，男女对唱的。刷中红，你若讲我就知影。好，帮了帮了哦。这个歌我会唱。安尼好。嘿，好来来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无言中秋又风淡，秋梅归刷中红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欸、你唱歌真好听嘞！谢谢谢谢，你不敢嫌啦。拜托，你莫小饮者。哎，阿妈。咱贵姓哈？啊，歹势，我都叫把你吃几嘴的。你哪要太高啦？你做头家人，哪会使共偷啉啦？你真是的嘞。一杯我的。好嘞。我啉这边，你啉这边啊。哇，两个发展真紧。哎呦，哇，主动的，你看怎么称呼？你叫我慧姐就可以啦。慧姐。是啊。不可能吧？阿拉贡，看起来，这么样的年轻啊，怎么样皮肤那么样好，身材是保持的这么好，不可能是保持，那么年轻又说保持，这两句话有矛盾嘛？是讲明仔载吼，暗时唔到闲，我想要请你接一下暗饭啦，吼，安帅当来啉咖啡，看电影，哎，石头鸡，这就是算赖皮呢。安那，啊，马上我咧厝里头都讲约去啊。哎呦，我说坐你只下。哦，对对对，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讲约？你本来我没这样咧，我今日还没 test 啦。啊，对对对，还有一个没有 test， 你这样子对小张不公平，你这慢慢来嘛，慢慢来。拍拍谁了哈？我会跟我玩呢，你就袂使安尼一日啊，都另外一嘛要 test 看嘛。你是讲咩？我 test 没没介绍，我都假装听到啊。慧姐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看我朋友叫姚，叫我慧姐。干什么？人对我黑的看笑脸，叫我慧姐的，我讲啊，黑咯，黑啦。不知道有没有荣幸
请您唱一首歌曲。是啊是啊，今天你这卡拉 OK 音响阁袂歹，无咱唱看卖啊。是是的。嘿啊，开玩笑，我们这个音响是老洋牌啊。哎呀，好，你好，安尼无。老洋牌立体声，立声。刚刚哪里点？我点没有。我点那个 GY 啊，67。哦，哎，我点了就一条。哎。哦、oh, ，DY 六七的歌名叫做什么？生命如花的。哎，我们这里是编号是 BK。啊、oh, ，BK 啊。那就BK 一百啊，对对。哎，对对对对 ，BK 一百。哎。啊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号码？我来按，我来按。好好上，好好上，好好啊。啊，麻烦麻烦麻烦老板一下。慧姐，这是我的荣幸，一定要把歌唱，请您 test 一下。我在这。那进了慧姐的进了脖子、哎哎。这个袋子下去不能回头的，这个袋子卡拉 OK 不可能回头。我毁了袋子。定来定来定来。啊啊！对、啊，再来一下。BK 一百。第二摆啊，我头家搁倒带了。我卖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叮当当，当叮当，当当当。进来哈。我在这不变。这电脑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家己家己我头啊，你你是要叫我哪只？你有够傻！哎，不过你都定来你看，只要有笑声，伊就去外头去。当春雨飘呀飘，地飘在你的眼，滴不完的发梢，带着你的水晶珠。那个笑脸的，就帮我讲个唱歌。这是啥、哎、呀？这是啥、哎、这慧姐一开口啊，真的不一样了、啊。哎呦，仿佛就是职业歌手啊。是啊是啊，哎呀，真的哦。您常常在唱歌吗？是啊是啊，我是常常在卡拉 OK 里面唱歌啦、哎，因为。哎，我发现他们这一家的这个不错，不错不错哈。是啊是啊，我觉得全部电脑的。是啊是啊，我那唱两声，家己搁登得登，哎呦，还好。配合今年进步耶。配合您的失常。哈哈哎，我刚刚今天我们也未歹。是是。我想要告你，跟那歌唱了才赞。哪里这个，只要您喜欢，我可以常常陪您这个唱唱歌。真的吗？哎呀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说了说巧了不巧，明天就礼拜天。哦，是啊。这个江小姐不知道肯不肯赏光啊？这个我知道一些山明水秀，哦、这个吃一些这个小吃的地方，哦、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慧姐，好啊好啊，那是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啊。你不是讲我明天要跟他去吃安饭啊，按摩、看电影、喝咖啡，对不对？慧姐，你这几个，你听他讲慧姐，觉得很恶心。我去的地方啊，是有一点啊，但是他刚刚讲的地方，你跟我走空气比较好。我去的那个地方，你这你们这两个，这坐那边还有多一个椅子，你真的。你这些假给你弄破了，你们俩现在都给谢意了。哎，真的不是、啊，哎，慧姐，哎，哦，你好恶心哦，你叫我慧姐，慧姐，我节目被弄哑起来。哎呦，你要参加卡呢？突然之间觉得，我为什么把这么好康的物件，干杀好把人呢？这是我不是这什么好康的啊？其实我看你们这样唱歌之后，我已经情不自禁。哎呦。慧姐，安娘喂，你要叫我慧姐，我惊死你！慧姐，你也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这个人是要面子的人。他们两个人唱那歌太柔了，不够直接。你们给我一个机会，给你表现一下。给你机会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同不同意啊？啊，这老不休都变安尼啊，对不？啊，嘛是爱对不？开嘴。讲好了，那时候两个笑脸的哦，唱的，两个讲得袂歹。哎，来，今日这老伙仔唱歌嘛，哎，不然嘛，未一摆嘛，不一定。嘿，对不对？哈，对不对？哎，放心嘛，绝对袂去点着老张的啦，咱放心，咱稳的啦。你帮我唱老歌，我感觉是唱老歌较好，较适合你的年纪。哦，老歌我嘛真好唱，嗯。K G， 我也会使唱一下。当然啦。哎呦，来，赶紧起了哈。K G 哈。啊。哦，够爽的啊。我爱
中央啊，啊，卫生棉，阿妹卫生纸，那无卡当规个目睭拢糊起啊，啊，乱，我就，爱人，亲亲亲亲，好啊，你想这卡拉 OK 呢？杨老师卡拉 OK， 卡拉 OK 请阿伯落去啊！嘿，恋爱，我爱多唱多唱了，好好独唱的。啊啊，嘿，挂。哎呦，哎呦，好爽的啦！哦，转头去跟他救金嘞！哦，你跳舞挂起来，不看无？我绝对袂敬你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我跟你泼冷水。哎，可以敬一下，小姐啊，你那边下到啊？哎呦，徛几摆可以敬一下？哇，老中青三代，哎呦，哦，老中青，少年的无怪你要摆啊，这个真是敬，拜托我嘛，参落去敬。哦，你要参参。你两个拢穿西装。哦，拜托你跟他碰气的，要拼。你两个拢穿西装，我嘛爱打扮一下，你别再安尼搞我老我。你要创啥啦？哎呦。老王出门要跟他们拼嘞，今天就是场面太残酷。嗯，何止了江小姐，你来救，啊，你咱输啊，无叫救着，咱嘛甘愿着。我够缘投哈，小敬小敬，爱敬哦，一定爱敬哦。好啦，好啦，对你开始。咱讲真，今日你伤少，能够伤钱啦。啊，听讲你出头一张唱片，唱片阁卖了无好，所以我想你也是无啥有钱。我会使阁赚啊！你阁赚哦，想办法啦！我担袂赴，我想讲年纪有一辈啊。你还阁考虑一下？啊，你真唔免考虑我啦。收钱对吧？你讲只名啊对吧？是讲安尼名。我著比较有基础。是啊是啊，嗯，但是我感觉你敢那吼，你这个型敢那公务员啦吼，是袂歹啦。公务员我真爱，我嘛真爱公务员，但是看你型敢那真小气呢，敢那足俭的足俏的，即款来给你可能嘛无外幸福。但是我的对簿真好啦，做伊看伊要开偌侪摆拢会开。不是，不要开偌侪钱，我会开。偌侪钱哦，看要开偌侪钱，我拢会开。你好像在看戏。诶，迄个，我看我是，你会有一块啊，迄小姐，拜托出门看卖这边，这，因迄两个少年家是对唔？嗯，啊，你有，我就跟你讲，你佫较唔免讲，啊，头先我就敢那碰瓷啦，吼，啊，迄个面吼，讲真经佫焦焦啦，吼。诶，啊，哎呦。哎，来，记错，这个没意思啊！哎，你安尼没意思啊！是啊，哎，我们用钱来贿赂，哎，明明就知影咱两个你也无基础，摕钱安尼摕出来要钱，那是讲的，这嘛是什么情形？无你这嘛是当作我是啥？对嘛？我跟你讲，我什么拢唔捌看过，就是等下钱看上济。你是要假装作我是啥物货？就是我一看就知影你唔是这个可以会声会对的人。那是讲的，但这个头像嘛，敢那袂歹看。啊？我怎么突然间发觉你头像袂歹看呢？哎。哈！笑你，有看的无哈？
拜是讲我这个人爱山明水秀，明仔载拄啊好个礼拜，会使请你来看一个电影，刷食一个暗饭无？好啦，无咱来，阮咱，直接要啊，但是袂记哩，少年的有看无？唔是我咧讲恁两个，做 sales 啊，爱搁做一阵仔时间才有法度，实在是跟我对不对？我该先来走。想买一句爱唱啥？嗯，哈唱恋爱歌。哎呀，来，安尼就咱唱去啊！我觉得老丢真无意思诶。来噻，来噻，咱来来唱。刚遐小姐姐，我名叫水来哈。啊。我要卤蛋。今仔咱干啦，只米汤要食呢。哇！哦。哎呦，小姐，嘿，今天有缘圣诞夜来跟我老张担担面吃饭，拢免钱，我请我请。好呀。哦，来来来，请来请来。哎呦，阿你那也对哈。哎呦，头家，你请啊，请一只火鸡，只大只，你那好意思。哎呀，卖讲客气哈，对不对？你爱吃火锅嘛是有。你两个检讨一下，不是我说这个臭词薄皮重男轻女，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怎么这样子？你们唱的是什么东西？还有吐锤，我们唱不好，你看人家唱的多好，但是多好听多圆满，一个 pitch 不是老张，你这样讲，我们现场的怎么能跟卡带比呢？啊，你底下改吐哇？休假度假是唱卡带呀？我唱现场啊。啊？不要，真的、啊，要听讲老师讲没谱啊！不要不要跟他争辩，他手上有拿家伙。哎，你这对对对对，现场还现场还丢现场啊！现场唱那家伙，现场现场开玩笑，那绝对现场。我去，我替你服务一下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要吃芹香还是石锅？石锅，石锅歹吃，吃芹香芹香好。奇怪，伊这个人啊，哎，看到没有，小姐吃东西的样子都比你们漂亮哦，真的是是是，头家嫌个无吃，头家呐，讲甲咱讲价呢，其实我们歌也唱的，其实平常也很好啊，那他妈得过奖金曲，对啊，嘿啊，真的，一样没。哎，小姐，你们在不丢过奖吗？飞机嘛，还有吴宗宪嘛，哎呀，下面，哎呦，哎呀，刚才看到背影了，你们那是刮车啊？哎呦，我刚才以为歌唱得很好而已。哎，金钟奖、金曲奖，哎，哎呦，你哪拜呀？拜呀，哎呀，你不是在呀？啊，伊嘛是明星啊，明星啊，我是讲那叫你啊明星，你个想看咪头家？想起来，想起来，电视电视咧看，电视看到啦，嘿啦。在卖包保肝丸，迄个小姐就，吼，搁拿一张球啊，底下风底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印象真好。哦，辛苦了。我刚才就会记得迄个歌谣啊，魔镜的秘密啊。你那记得做几个歌星哦，让那白领呢，迄是真老亏的。黑啦。你嘛是歌星哦。是是。那你要跟他们比，可能他们有得过奖。金曲奖是第几届的？哎，小弟是第六届。哦，对不起。小妹，我第一届学姐。哎呀，我咋的咧怀疑你的身份啊？哎，你该弄掉。一个人走路应该是有规律的，对不对？他如果向前走，就不可能突然倒退嘛，是不是？你真正安尼吼，你个情管大垃圾坑啊！真正垃圾坑啊！哎，我来看伊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你甲看，小可弄一下呢，感情发展家呢，哎呦，太危险了。啊，十二，你甲看嘛，这位过年啊，我们人家说啊，有钱没钱讨个老婆好过年呐。对。我们还是光棍一个，哎，迄个人捌离过婚啊，家伙物件那样个放伫个手。但是你放心啦，晓得。哎，无代志。我来甲你讲，今年嗲嗲有很漂亮的小姐出现。哇，真的，这就是机会来了嘛，可以上前去搭讪一下嘛。哎，那就红多讲起来个袂歹。但是话讲在前面，你们两个人的这个型不太一样，说看着看着的样子呢，吃火鸡的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就知道他可能也是很寂寞。对对对，那你们两个人上前看看，饥饿型的，哎，属于非常饥饿，搞不好还有一点口渴，那你简称叫饥渴。来，机会难得，机会难得，来来来来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落单落单，那当然我们要敬老尊贤了，我就先来了啊啊！这是什么话？当然是两人一起去，一起休假。不是，因两个跟他五位被跟你讲，是是是是是，什么代志？
啊，哎，江小姐，久仰久仰呢。久仰。你看你今天几个人来这吃面，跟咱是不是跟咱同款？对啊，孤单一个人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也没什么。恭维要 class。凭良心讲，我们印象对你都非常的好。大家拢就是要跟你拍呢，但是。跟我拍。对，因两个就是要跟你交个朋友，不知道你是什么条件来选男朋友。嗯，我是感觉讲哦。拢歌星嘛，不如大家来对唱一下，你感觉安怎？对唱，对唱。我来看倒一个较好唱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我给你安尼难保持。哦，你艺术，你这个小姐，哪是要选男朋友？哪叫你安尼讲啊？我嘛是会使踏一脚哦，啊？踏到踏，卖喷啦！其实，你讲要踏啥？就是讲，我嘛会使掺伫恁两个内底，甲你拼一块歌看卖咧。哎呀，那你知不知死活？人家我们是二王一后啊！哎，张先生，哎，是讲那围攻都听啊，你莫来求饶啊啦！啊！哦，你这围攻点到国较伤着我自尊心啊！好了，拍摄机给吧，我提走。无咧，好来赛啦！我看他好像也蛮会唱歌的。反正他根本不可能。我你踏一卡啦！哎呦，大爷！嘿，我虽然不是歌星，也无得到什么奖，我定来咧 KTV 内底咧唱。KTV 哦。不是咧操蛋，你的歌我嘛搭地拢会晓唱。哦，有影吼。拼一个对。啊，你看咱三个是抽签也是，咱是用抽签还是杨健？杨健也是。我看这样子好了啦，比较小的先来好了。哦，比较小的先来。哎，啊，这个赛季，拍谁？我穿的鞋也是七号的。七号的啊？我比较小。哎呦，哎，加个五的，你几号？你几号？六号。哈？六号？咁正式啊！哎呀，那我跟您都有一点距离啊。哦。四号半。啊？咁查某鞋啊？所以拍摄我最小。拍摄。来几条？几条四号的？伊只穿四号半。啊？哎，敢那唔对？哎？比较小可能唔是讲鞋啊。哎？小的。啊，安尼。今天呢？我都可能想买一个夹克。不用不用，我一定。我是穿 XL 的 ，XL 鞋子鞋子。我是 M 很大。你 M 哎 ？M 哎？啊，你是？啊，我是 MM 哎。啊，的多少比我们又小一点？不是 MM， 是 Mother Make It， 妈妈做的。所以我是太小，因为市面上买无遐灵秀的 size。哦。是是是，拍摄一定是我了。无怪先生啊，过了真孤单。是是是。你是你讲啥啦？我是说年纪最小的先来啦。哦，那你几句哎呀，你个屁呀！你冲啥？他咋讲的？你既然是年纪最小，我各方面都小。来来，那就是我。有过实力啊？当然了。好好好，我何以先跟你请。好，请啊，请。哎，老师请了。心情，世间的繁华，亲像梦一段，也是无卡转。暗淡酒店内，悲伤谁人知？痛苦吞腹内，一杯搁再来，你若有了解。卖问阮对倒位来，不愿讲出来，有处藏心内，感情是落的无奈，苦苦的等待，也是等无爱，虚情的对待。心孤单。
你尴尬，记得啊，记得笑脸，记得暖呀。不是我在讲，这个吴宗宪你唱起来啊，是那跟施文斌比差多了。哎呀，假上假上，几瓶酒吧就过来看大字报，哎，那我干酒。你不能当一个参赛者，本身又一个裁判呐，啊，是不是这样讲？我搞清楚，就马上来来抢了的噻。你别介意抢什么瓜？我本来刚，你是第二小的是吧？嗯。不要讲那小，他是中的，还可以了。来，来，给你唱几条。好，鸳鸯酒杯。哎呦，万里金龟。妈，小弟看了怎样？站在窗边，想着明月，听你的小白情话，叹气。鸳鸯酒杯，祝福你好前程，今日一杯，期待再相会。酒杯内自红嘴唇，留恋人今过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心爱的，春秋开。受着冷冬风吹，叹气着鸳鸯酒杯，但愿你来照着约束的话，无心来违背。送别的最后干杯，期待咱相会。心爱的，心爱的。真的，因两个接很登对，我想我就自动弃权。啊，是唱的太好，拜托，哎呀，你有没有听过原曲啊？啊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唱起来比罗时丰差太多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搞的？你这不是我讲的，你这个原曲当然配的嘛。人家阿这种歌是洪荣宏唱的啊？是个啥？哦，哎，讲的，我尴尬呢。两个少年给家里看素配，而且瓜哥唱了之后，安尼。哇，主动气管了！啊，别听啊，别别别生啊，你不可以这样子的，各有千秋嘛，对不对？你把我的票投给，好，我弃权了。我的前面请请请啦，你啊，我真的可以唱吗？你到底要不要唱？嗨，我唱一首歌给你们听。什么叫唱歌？哎呦，选歌要选的对呀，要唱的小姐心花怒放，开启染房来了。真的吗？我也没想到可以这样子，他就传起来了。我们休息一会儿，那就听看没？你们该唱什么歌？刷中红，刷中红。阿伟的心花怒放，这就不是那刷中红。牵着点是，这淘气不可能被给你。雪中红，人家那么年轻，不习惯跟老欧啊合唱啊。我什么老欧啊？我是大号的，胸大号。今秒风寒，这个感觉不错。哎呦，一起。今秒风寒，雨水凉啊。这一句他可能要唱八次才会开心。你要两个 IT 就倒请起来，对不对？学姐加油，学姐！一面风干雨水淋，可平花落红尘。既然已分开，何必多讲起？凭酒酒加添新意味。他是唱老旦的，是吧？你输也罢。
痴的心坎，想想你的梦，阮的心袂沉重，为你我心沉重。窗啊无限的风景，有只有玫瑰山中。那个女人嫁一个男人就是要幸福，对对，吹吹都发抖，吹笑个安，哎呀，就用吹一抖发抖跳个几关子，哎呀，嘿，老张的口技个厉害啊，阮三个人，我看伊也拍摄镜。我规矩叫观众看要见多少？观众见哟。哎，我家己嘛就放一见，哪里是安喏？差不一样，你去看。真正叫观众来算好啊啦，好不好？您感觉我甲因三个什么人较速配？哎，哎呦，谢谢，等你，要背的啊。还没啊，好像是群众之中啊，还是隐约传来投给二号的声音啊。哦，哎，啊，二号呀，哎呀，一号，啊，你就来了，一号，我讲唔对了，我一号，你那直接投我三号啊，哦，你是三号，我是一号，啊，你用表决后来，要表决，对不对？赞成一号的请举手，哇，二号的请举手，三号的请举手。拍摄啊！我甲伊两个人今晚要去日本，去参观迄个雪中红。拍摄，恁两个比较喜欢哪一个？那我们就留着卖面了。